今天吃一个冷面，现场做。这个是咱家的冷面汤，倒进来，芝麻，这个是芝麻包。然后辣椒油，最重要的就是这瓶矿泉水，喜欢吃拔凉拔凉的你可以用那个冰镇的矿泉水，我这个就是普通的矿泉水，来一瓶兑上就可以了。面来啦，这个是咱家冷面，就是吃煮之前先泡半个小时。这个冷面是细冷面啊，超好吃。你们喜欢吃的话，下边小黄车里有39.9块，39.9块八包。夏天大热天的时候就吃一碗冰凉酸甜口的冷面。这个是香菜，喜欢吃黄瓜多放一点。这个是西红柿、鸡蛋、肠、辣白菜，就完事儿了，满满的一大碗。吃的时候搅和搅和。看这一碗有没有食欲，就这么做哦，超简单。